而且我觉得我写这样的分享出来，我觉得蛮多人留言，然后我也看了，然后我就跟二姐通了电话，大概就是像我写的那样子，那二姐也很坚强的走过这个抗癌成功嘛，然后一直希望她可以健健康康的。那时候我也是很爱哭啊，我看到她就是因为吃药啊，然后就是肿起来，像我现在肿起来，我应该没有肿吧？没有，我没有吧？那我看到她国庆晚会的表演，有有有，有感动吗？有，从前奏就觉得哇，太感动，太感动了，真的有哭啊？有啊，我在饭店，回到饭店真的是太感动了。是很初心的，要不然这个三年前的报告其实就很糟糕了。这次就是去离我家比较近一点，但回来我也没有再看那个简单的报告，那个红字是我女儿回来她才去翻我的报告，她盯我盯得很紧。疑似食道癌，我说有吗？有吗？两天过后的验血报告真的到达9.8了，才真的比较担心一点。那之前检查，那时候我发现喉咙卡卡的，就吞东西，但是因为一般大家都想说胃食道逆流啊什么，为了这个卡卡，其实我有再去检查做一下，这个都说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那所以我就比较放心了。对，那这一次是真的看到食道的一个10公分的灼伤，所以才觉得严重性。那因为真的是有机缘就认识了这个就这个烈酒，刚开始喝一口两口真的是跑到厕所去吐，然后后来就觉得喝一口两口就可以可以马上睡个好几个小时的觉，就觉得蛮好的。我应该有8-9年了。我跟医生讲说，医生我很乖耶，我几乎不在外面喝酒，我就睡前才喝这个烈酒。他说你这样子才更糟糕，因为到你要睡觉的时候，你吃的东西已经消化了。酒我是真的听到消息我就真的不会再碰，然后其实说真的我也可以，我真的很好睡觉，就是你睡觉可能调整呼吸，因为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该烦恼的事情，女儿也长大了都很乖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感情的事情让我在那边烦，所以其实是一个清心寡欲之人，所以睡觉我就只要躺下来然后慢慢深呼吸，其实可以也是可以睡得很安稳。